般损伤，创伤以后啊，之间真厚了，但是厚了以后，他两边的阻力就大了，受压就小了，所以说咱们两边这个地方给它清理一下啊，也是拿着咱们这个修嵌甲的刀具啊。不疼吗？不疼。你这个要勤修一下啊。这个是这个病人一去嘛，你那边去。这里边很深。啊，你是从哪里来？从城后。汪府。汪府。哦。一趟十万。哦。你哪个三个城？右边城是吧？